铁铁，我记得我跟你说过，我此次的目的有两个：第一，找谭家报仇；第二，我想重振凯撒的威风。没想到小妞帮我提出来了，我就算省事了。钱的事大家放心，我和你们天雷叔叔。 一起来解决，和我一起解决。没错，现在大家不是说绑在一条船上，我们是同坐在一条船上。不光是一家人，我们更是合作伙伴。绕了半天，你的解决办法就是靠那几张图吧？我在跟你老板说话呢。 田健，你的意见是？栗子叔叔，我现在不能立马答应你。合作的决议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，上下百十口子人靠公司活口，我得跟他们商量商量。陈队，这十有八九是在吹牛啊！也不好说。 卷宗里对老师傅的描述性内容多，还没有数据，只能等将来抓到了再证实。记清楚了，咱们在座的和老蛇都颇有渊源，后天就是老蛇的十周年忌日，我们应该去耳城祭拜下他。 各位的心意，我心领了。到时候，我一定会把大家的意思带给家父的。磊哥，老蛇对你有救命之恩，你应该。蛇大哥是因为我死的，我去看他是应该的，对吧？当然当然。哎，那带我一起去，带我一起去吧。舟车劳顿，现在情形又很特殊。 大家心里能有家父，我已经很感激了。你不想让我去，樱桃叔叔也得去。我不仅要去，我还要带大家一块儿去。什么意思？因为我在耳城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大礼。 他事关重振凯撒雄风，事关铲除谭家，永绝后患。先生，这是您要的水。谁要的水啊？我要的。 以后没招呼，不要随便敲这个屋的门啊，卫生也不用打扫了。好的，谢谢。哎呀，我也渴了，给我一瓶呗。 我喝那个吧。那我喝什么呀？你喝这个。来。算了算了算了，都是常温的，我不能喝凉的。 中暑人真难受啊，一会儿冷一会儿热，不至于吧？哎，别小看中暑啊！小暖有一次也是中暑之后半夜发烧，我是瘸个腿背他去医院，真危险那次。小暖。
小妞，一个上海邻居的孩子，不是干小暖。No，哎，你上哪儿啊？出去透气。哎，给我买一个藿香正气水啊。 你怎么样？都好吗？药有按时吃吗？我最近想起很多事情，但是我想不出他们为什么要来儿城。我觉得不单只是为了祭拜十三姐的父亲那么简单，所以我有预感，儿城会出大事。你要通知老兄，让他随时做好准备。好，我会通知他。对了，张院长让我帮你带的药，我拿过来了。 一瓶生抗造诣的，一瓶滋养神经的，你要记得按时服用。我答应小暖，把你平安带回去。小暖怎么样？放心，她很好，还找了份工作，CR集团你听说过吗？跑步的时候见过，楼很高，还挺气派的。我闺女就是有本事。她自己找的工作，还时不时问我你什么时候回去。 他们说快了。啊，对了，这附近有药店吗？前面两条街左转有一家药店，你还是不舒服吗？不是，车厘子中暑了，给他买药。你跟小暖说，夏天容易中暑，让他多注意身体。嗯，我会说的。但是他一向都很注意，好像小的时候中暑吃过苦头。 跟踪我？哎呀，你上哪儿去了这半天？我一直在找你，忘了告诉你了，我吃不了那个藿香正气水儿，我只能吃那个藿香正气丸。味儿太难闻了，我咽不下。你说你又没带手机。 我记得。 那就好，藿香正气胶囊，凑合吃吧。
托尼，慢点，慢点。有印象吧？他们查你了，你的身份我们保护得很好，不会有问题。但是他们查你了，一定是发现了什么吧？嗯，我知道了。现在你的安全非常重要，对我更重要。我不想让你走小海的路，千万要注意安全。放心。对了，有笔买卖，70公斤左右，从宝仓来的。时间是星期四晚上7:30到8:00，地点就是我们上回见面的那个地方。你要及时出现，这批货量太大，不能出任何问题，必要的时候可以打伤我，终止交易。局长的意思，拿货不抓人，等你完全掌握了证据以后，再一窝把他们端了。他们如果要是有什么打的动作，我们也不会闲着，做两手准备。蛇，有可能是路过，我下去看看。蛇大哥，天雷啊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哦，遇到一朋友，老郭，赣北烟厂的郭总，家里有不少好烟，市面上都买不到。蛇哥，是他家老白，他们冲进来的，快跑！说，老蛇就是在这儿被打死的。哎，太让我震惊了，也不知道你到底是真失忆还是假失忆。
什么情况？三姐，看情况，这些人不是什么善茬啊。阿豹，下去看看。哎，阿豹，等一下。三姐，还是我去吧。阿豹性子急，我过去看一看，到底什么情况。哎。坏了坏了，果然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呐。哼，徐庶要搞事儿。车叔，徐庶是干什么的呀？你们都到了，他们人少，也没带多少家伙，赶快动手吧。甘天雷的车上吗？在呢，都在车上呢。都听见了，听见了。陈主席啊，都别乱。果然是家贼难防啊！老夫被他勒出，犯奸计。老胡，这回你立了大功了，不光把老的干死了，把小的也引来了，多谢啊！姓车的。你都死到临头了，还在那胡说八道！臭小子，兄弟，你别信他，他在挑拨离间，他在血口喷人。啊！啊！我弄死他们！阿豹，下车。